六年前，韩海洋和张云的独子被人贩子拐走。没见过。多年的寻找无果，已经把这个家庭推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两人内心都知道，他们迟早都要在继续寻找和放弃寻找之间做一个抉择。今天，一个新的情况让这个抉择的时刻提前到来了。开始。老韩，我王医生，你老婆怀上了，恭喜恭喜，好事儿。回来啦！哎，你钱还了吗？早还了，放心吧。今天刘警官来电话了，说又抓到一批人贩子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我一人去，你身体不好，你别去了。我没事啊。你别去了，我是说，大宝万一回来，家没人咋整？家得留人。要是这次，咱家大宝这次没有，那就下次。那下次还是没有消息呢。老韩，你是不是不是？大宝是我儿子，我想找我。我觉着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放放？老韩，大宝是我弄丢的，你不想找我不怪你，我自己找。我们离婚吧。疯了吧？我没疯，我想得很清楚。你想得很清楚，你告诉我你怎么想得很清楚了。老韩，我王医生，你老婆怀上了，恭喜恭喜，好事儿。老韩，我王医生，你老婆怀上了，恭喜恭喜，好事儿。老韩，我王医生，你老婆怀我王医生，你老婆怀上了，恭喜恭喜，好事儿。
丢了六年，我们找了六年，这六年我们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在广西我们找大包三天三夜没睡觉，你差点从山上掉下去，在四川我们得了消息就过去了，可到了以后才知道那就是个不祥子。这六年我接了多少骗子的电话，现在刚好过了大半年了，连个骗子都没有了。求你了，别找了，我不想找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不找了，不找了。不找了。